重庆美食有哪些？重庆美食有重庆火锅、重庆小面、毛血旺、重庆酸辣粉等等。重庆简称渝，既以江城、雾都、桥都著称，又以山城扬名。重庆以汉族为主，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、苗族等。旅游资源丰富，有长江三峡、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、世界自然遗产五龙喀斯特和南川金佛山等景观。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1189年，宋光宗赵敦先封恭王在即帝位，自许双重喜庆，重庆由此得名。重庆是红岩精神起源地、巴渝文化发祥地，火锅、吊脚楼等影响深远，在文字记载的3000余年中，曾三为国都，四次筑城，史称巴渝，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陪都。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的会展之都，拥有智博会、西洽会、云计算博览会、渝交会等大批展会。